大早，好了好了，爸爸要上班，他会偷拖鞋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拍。然后就把拖鞋偷到哪里去？穿越重重的关卡，偷到管理室里面。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这鞋子很厚哎，很高哎，倒在这里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不好过吗？你这样还能过？我觉得你这样子，你这个行为不好。虽然有传承感，但是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这边鞋子实在是太多了，不好咬哦，不好咬哦，抱歉哦，鞋子太坚固了。哎呦，哎呦。好好玩哦！请问有咬得开心吗？有吗？啊，妈妈要跟外婆讲哦，要注意她的鞋子哦，哦，会被你破坏哦，到时候咬了一个一个洞哦。请把拖鞋还回来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把这边要设重重的关卡，这样子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不好拿了吧？好可爱！噔噔噔噔，任务达成，很有 potential。